在地人在地情，台中一中的二队雷丁社的社员为了要参加中区二队锦标赛，可怜两冬啊，因为人数不足，人无够，无得参加比赛，伊就决定家己去找舞台，规划四天的宽度行程，为北到南快闪表演，要展现可怜的成果，给全台湾的人看。对着音乐的节奏操持登势。节奏变紧，招式也变加复杂，还阁会使变换队形，互相抛接。这是台中一中的二队雷丁社，可怜两队原本要参加中区二队锦标赛，却因为人无够，无法度参加。加入一队之后，你中午就要练习，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一点牺牲，我觉得是 OK， 是可以接受的。擦破皮或者是流血，可能都已经算是小事，能够为了一场完美的表演，这些都是值得的。虽然无法度参赛，不过因家己规划四天快闪环岛行程，展现可怜成果。他个人都可以学到很多经验，还有很多的一个回馈，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这样的方式跟比赛的方式其实比起来，我们不会输给比赛太多。高明二队队员一路往南，到彰化嘉义高雄快闪表演，再来再过到台东，然后上北到台大，再过落南到新竹，西台湾一领。就算无比赛舞台，因也是家己创造家己的舞台。